还好阿旭似乎没注意到，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人鬼终究殊途。还想吓唬我？想什么呢？我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了？邓宽的行为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把恶心的药人当孩子养的怪胎龙啸？这控制药人的法门或许和那个传说中的摄魂骨有关。对，我们先后在义庄、毒蝎分舵、龙渊谷都有见过这些药人。义庄的药人还受长蛇鬼驱使，这些怪事里都有不少毒蝎的影子。阿雪，你在天窗期间可曾见过毒蝎的老大？毒蝎的老大异常神秘，从未露面。审慎他不思作为，那这扮猪吃老虎的赵玄德便是毒蝎真正的老大了。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只不过其中还有几处关窍我还没有想通。还有另一件事。何事？现在不是一件事了，是两件事。这第一件事情，假设毒蝎的老大便是赵静，那当年在高崇剑上为三师毒的，间接害死荣炫夫妇的，也是赵静。那第二件事呢？谁是长蛇鬼？哦，是不是那个在义庄使用缠魂丝匣驱使药人的汉子？长蛇鬼，我只知道他是十大恶鬼之一。哎，对对对，他是吊死鬼的手下。吊死鬼后来武功精进，便将缠魂丝匣给了他。屠灭镜湖派一事，便是由他主导的。原来如此，还是我们家老温见多识广啊。文兄，水不够你再叫我啊！喂，我的主人我照顾就好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就是不要讨好我主人。哎呀，你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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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走！主人，水烧好了，有事叫我啊。刚才险些说漏嘴，道出了我早就认识长蛇鬼的秘密。还好阿旭似乎没注意到，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人鬼终究殊途。